干这一行，守恒规也不一定有保证。一起谋杀案都跟一个国际伪钞集团有关。画家，画家是什么人？我叫吴福生，三代都是学美术的。你也是做假画的？是象征画。这个世界上100万人里面只有一个主角，当主角的首先要找到对的舞台。当你当了主角，想怎么样都行。我出产的超级美金，是全世界最多人喜欢的象征画。